哎，这样就好多了。小班跳对了，啊，我去换人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实况台哦。啊，等你开，再见。游戏截取属性 ，WinFarm。不要了，不要乱勾人啊！好恐怖哦！你这雷耶！我真的不想讲你，但是你这好雷哦！可是我就觉得勾得死啊！勾死！你要勾那个不会被警戒到的、哦，就是在他们后面，或者是不要靠太近的。欸、你下面这边有一只，哪里？好，我想我应该 OK 了。我看到了咖喱棒哎！可是。怎么？我看一下选项哦。游戏。这里躲一只。我看到你的咖喱棒了，咖喱棒哎、欸。对，那个柱子旁边躲一只沙漠象。咖喱。哎、欸，我为什么我一开始在挨打？喂，开始上面那个啦。哇、哦，好那个哦。啊啊！我被刚分出来啊，没有经验，没有加成。分掉了，你现在是新手任务啊，你现在什么武器都没有。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声音好大，好小一点，要小一点。你看我好大，好小。那跟大棒棒上面有怪，三号点。End 的圈圈好大，你可以飙到吗？什么东西圈圈好大？哦、他在一直在那边走、啊，他发现了，死掉了。End 的声音好大，这样。那这样嘞，这样应该好多了吧？这里，好，这样子你喜欢就好。按下什么？按下一施展突击。按下一。哦。按下一好，那边很远，好吧？一啊，还好。你直接把碾碎啊、哦！啊！警报！警报！警报！嗯。等一下，我不知道在哪里。小林哦 ，Fortis 收集完了，真的假的？收集什么？啊，哪吒？什么？好厉害啊！为什么他收集了？警官警报吧！什么东西啊？步枪弹药已满，啊，我的步枪在哪里？你不要在你手上。我要怎么捡东西？你要看你的，你要看你的教学啊，你的教学会告诉你要做什么。走过去就会捡到了。我们已经太久没玩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太好像几句话。哎、欸，领袖，然后领袖，哎、欸，看在哪里？可是我一进来就被打。站过来一点，站过来一点。正常啊，正常啊。因为你刚开始就是你被从瓶子里唤醒，对。你不要，你不要爆发，谢谢。爆发会吓到我。出来本来就会被打，正常正常。你不要拿马瑞啊。我说你不要拿着马瑞，因为马瑞会爆发，会倒过来。是啊。好。炸你炸下去没炸死，他就刚就开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我不是跟你说马瑞会爆气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啊。向前移动，向上飞行。现在这个，其实刚刚我是咆哮了。那、啊、刚刚你的马瑞是爆发了、哦、跟你咆哮没关系啊。开火，小潘站过来一点啊！等一下，小潘站过来一点，在那个往下斜的地方。可以看这一块吧，我看下面。下方有两只。你的吸尘器好碍事哦！你的吸尘器在我面前是特写，你不要转过来。快速进站上位板定，请检查你的自定内容。那快速进站，你可以叫他飞远一点，不要在我镜头前面晃来晃去，好不好？你不要在我镜头面前、啊，我操你啊！滚开啊！这只，那个，飙不到那么远呢、欸。碎，我打了、啊。绑定未绑定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你没有设定啊，你没有设定按键。
没有设定按键。对。还要提醒你，有些按键没有设定到。你可以按那个定站切换。开火上位设定。就这个啊。都不升了，卡住了。哦，升了，升了，下面。快速进站上位设定，怎么那么复杂、啊？因为很多动作，就是个动作。大家都按键。快速进站，你们都按什么？啊、你干嘛？哦，睡着了，睡着了，吓死我了！这个动作键。你别拉了，干不要拉了，抓小。我按错键了啦，我按习惯，按一二三换。可以把它踢掉，我快被他烦死了。哇，风铃收集完了哎、欸。错了。哎、欸，你们快速进站都按用什么啊？我用 E A B C D 的 E， 一般是按 E 啊。使用哦，我改成这个快速进站一对吧？快速切换进站好像是 F 吧？一、e ，那、啊、你切换进站是 F 哦，切换进站是 Y， 好远哦。站攻击上位设定，没把爱情碎碎，怎么那么烦？正在睡。你先按预设值，然后把你想改的东西改掉就可以了。没有隐秘击杀，因为杀太快了。下面这边有一只，下面这边有两只，小心。哇，人比较多，出怪好快哦。嗯，这些不是拿来捡的吗？是你的神珠啊！按下 Shift 的冲刺。那个在路边睡觉的可以处理一下哦。选择近战武器。防御动作。没有魔了啦。实在不会用，等一下。放防爆。没事。你还没好吗？我要送送飞行。好火啦。我要吼一下吗？中田丹药不要不要蹲下，不是说你，不是你吼，不是说你。蹲下改成 C。我看一下任务进度。哦，现在加到，24000。那一只没有换枪，就这个装备进站，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主武器、副武器跟近战。嗯，就跟一般的枪战游戏一样，我知道。对，你可以同时带这三把上场。次要射击模式一样是滑鼠一啊。次要射击模式就是有些枪种可能有特殊的用法，那、啊、是另外一个使用距离近可以切换那个距离近的播放倍率。哎、欸，真的啊、哦，我再看看次要射击模式，你们推荐哪一种？你说按哪一个是不是？对啊，嗯，我不知道，我在 G， 我没有，我在一键呐，我在 G， 我的是在一键哦。B 哦，我的 B 拿来干嘛？忘记。好，这样应该可以了。我说 Z 不是 B， 好 B 太难按了。我也在 Z 耶，我在 G。告屁事！告屁事！不要学我。我就是要学你的。其实 End， 你那个换枪跟装备进站，我是推荐用滚轮啊，滚轮上跟滚轮下啦，那就换东西就很快。下。我可以用丢的吗？我可以用丢的吗？你试试看喽。我丢到吗？哎、欸，他怎么跳那么高？他去开了，他死掉了。哎呦！发生什么事了？还好他们很远，他们没感知到我们。丢到哎、欸！等一下，调整者先秒杀。调整者拍照。为什么你拍照我会得到几分奖励？我看一下进度好了。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掉在地上。
叮叮叮叮叮，现在3000、3500。有些东西掉地上，有可能是弹药，有可能是素材，可以捡吗？可以啊，可以啊，走过去就捡起来了。为什么都捡不起来？捡不起来就表示那个是弹药啊，子弹可能满了之类的。子弹你子弹是满的，哦，素材换个弹夹就是了。椭圆形的盒，那个按住装的。哦，很不习惯嘞。是吗？有一个武器库。哦，我应该拿小黑进来的，感觉感觉帮不上。嗯，有人打过来了，在哪里？捡包箱了。这个是瞄前面，前面这个区域。这边摆补子弹吧，捡包箱刚刚好。在哪里？等一下，这个任务是什么？那要你选一个副武器是不是？哎、欸，拿我拿手枪。好，可以拿白矛吗？如果你想走隐秘近战的话，有没有教你耶？没有人关警报，我换苦无试试看好了。好好好，我关警报了，关了。哦，苦无可以拿那么多支哦，可以啊，可以啊，苦无丢很快哦。好，在哪里？刚开始是拿手枪，后来换苦无，然后现在要拿手枪。哦，哎、欸，没中。苦无可以丢很快，不是丢不到，丢不到，边边找一串，丢会伸出来，伸过来。苦无丢不到吗？没丢歪了。出来。屁戏。就把它拿起来当近战丢就好了、那我还不如直接拿背上的武士刀砍下去。你拿空刃哦、喔。等等，按住，冲刺时按住这个，哦，可以滑行。Take what you can.You will require resources to build yourself into a diverse and effective warrior. These things 都没办法。一次就是三样武器，应该只能挑一样的吧？哇哇哇！什么东西掉下来？萝莉，妹子，什么啊？什么上位？哦，那个上位萝莉，没有，人家不是萝莉啊！哎，这边。到底有没有用？我怎么觉得一直是我在挨打？你就走过去，这件事情就跟他们做就对了。对，早知道就拿枪了。你拿弓箭哦，我拿苦无了，更有胆量。拿苦无哦，你拿主武器打他啊！我没有主武器啊！你没有主武器，为什么？没叫你选吗？他就只有给我一把手枪跟那个。你看，地图。哪里？好难飙哦！哦，要，好痛！血量怎么看呢？哎，左手边吧，哎，右手边，右上角。你看。东西将兵过来，这样好乱啊！红色的是血量，然后蓝色是能源，是不是？蓝色是护盾，蓝色是护盾。你有两条血，一条是蓝色，一条是红色的。蓝色会自动回，红色不会，除非你有大卡片。为什么都不会死？你说打谁？那个，你说那个谁啊？
但是要叫你逃之类的、啊。他只是比较硬而已，多打几枪就可以了。我的苦无没那么多啊。啊，等等，为什么你会没有毒武器？我记得遇到他的时候应该就有毒武器啊。你是前面漏掉什么东西了？不知道啊，我的毒武器好像是拳头。没关系，那你就一砍吧。应该放技能啊，一二三四都是技能啊，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边比较难刷，是因为你要先记哪个怪鱼是先出来，怪后出来的，要不然每次都会撞到宝。打得很笨拙。我觉得小胖不要用水会比较好。最近我们这边有一只怪，很多、啊。没有足武器哦。好、啊，那我先停一下好了。好。这个是我们脚前面有一只。这个是战役吗？前面。哦，那边那只是我看不到，没关系。那你就盯着它就可以了。这条线是可以干嘛？可以走。可以吗？我走不上去。只有聪明的人才走得上去。B K 加油啊！哎 ，End 选咖喱棒，咖喱棒第一张什么 ？B K 加油啊！我都没有经验嘞。为什么没有经验？我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啊。等一下吧。还是其实应该会有，但是被你关掉了。搞画面啊，有啊。不对，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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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现在五千了。壁面邓冲很远，到了场上并按住。哦，这样子，我刚刚就傻傻的掉下去。你现在看这个不会，我会动吗？不会动吧？不会啊。哎，有主要武器了，终于。你看怪号，看我杀怪，叫你跳出经验吗？没有的话就重来。那我要出去哦，你要把我赶走。我们就把它解完再重来就好了，那怎么办？啊，断接了。好啦，那边有一只，顺便把它解一解。对，其实我是没杀，要走啊。啊，你不是没有经验？其实我是没杀、啊。我什么时候能跟你们一起走啊？你那个结束就可以走了。是啊。你的新手任务结束，我觉得应该。这个新手任务好像有点久了。走路很久，我在跟你讲，走路很久，要心理准备。你要去哪里啊？用点击 F 来转换武器。我们任务还没解呢。我任务还没解啊？我以为你已经破坏完了。有啊，我刚才捡东西而已啊。是啊。等一下，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哇，回忆呢？迫在眉睫。有危机耶！切换武器，就切换武器，看你有没有干，是炸弹吗？还是什么？他把毒气瓶打爆了，救命啊！如果用潘达把那个炸弹粘在毒气瓶上，然后走到撤离一点再按启动，会不会比较好？就是在爆炸之前，又不知道撤离在哪里。对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变塔可以撑多久。他掉下去啊！你还是不要啊！嗯，记得加油。There it is, your ship.Hurry, Lore's reinforcements must be on their way. Wow, 破题收集完哪吒的耶，好好哦，羡慕哦，羡慕哦。这把弓蛮好用的嘛，没准傻子。
一捏、二捏、三捏、四捏。放下弓箭了，新手不找死的拿弓箭。哦。Disengage the suppression system so we can restart the ship. You'll have to bypass the security on that panel. 啊，为什么这么一点点而已，没有升满？可惜，是我们打得不够久啊。看你们没吸到趴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打一打突然就没有吸趴了。快掉了，没有趴可以吸了。谁的电话？那就可以了。Stop touching me, you. What? Are my senses deceiving me? Operate. 你停止触碰我？什么？难道是我错？Enemy reinforcements are here. Ship Cephalon, we require immediate extraction. The operator is in danger. I will need to cycle the engines. 我打的爆蓝色武器，发觉吗？跟三个人讲的不一样，是怎样？好，分散，分散。咱们看好。不对呀、啊。老板，你正在打什么？我打地图破坏。地图破坏。开始，我要开始抓新的敌人。哦。地图掉哪一部分、啊？我可以吧。感觉很难欸，这个要守两个地方。啊？为什么要叫你守两个地方？就你是不是要进那个关卡了？保护什么东西？好，算我一份。算我一份。先加好。记住吗？对，我完枪了。哦，手下来了！哦，我终于完成了，你这只是新手任务哦。对，好难哦。这是恭喜你完成新手任务，这是入门任务，不是新手任务啊。突然间觉得这游戏很有挑战性的，对吧？对呀、啊。Operator， 游戏其实不难吗？就会有人新手任务、入门任务玩一玩，说这游戏好简单哦，然后就不玩这样。哇，超累的，这根本是。还好啦。哎，等等，我们可以加 End 吗？先带 End 去 T2 看一下。Yeah.End 是那个 A 开头那个吗？对啊。好，我加了。Arsenal management could be restored if the operator wishes it. 这是什么地方？船上，我在船上。在一个船上。嗯。那是你的小飞船。我其实画面跟你的不真一点。但是我动你的飞船，你的飞船会动。You honor orders. 对，不想想。Now I can supply the operator with better modified firepower. Oh, the violation. 你的肩膀上有黏。We need to figure out what Captain Vore has done to you and stop him. But we'll need help. I found a communication segment we might salvage for your ship.When you are ready, activate your navigation. 我这么多怪，耶、yeah, ！拍照喽！还、啊、要找箱子，刚起来了。老板，你要找箱子吗？还是直接一直洗？要找箱子。我们这飞船没人。找到一个。反正我 T 的钥匙很多，我懒得找这样子。啊、是哦，那给你开了。然后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我去找箱子。等一下、啊。怎么？哎、欸，接下来呢？接下来去水星啊？怎么去啊？去船上，船上。我现在在船上，然后呢？然后一个导航器这样。哦，那我要去哪里找你们？去找不到我们？你找不到我们，因为我不在星球上面。对，我们不在船上面了。
欸，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一开始就进来。虽然说老皮一开始就在玩这个，那我觉得还没进入状况，先不要进来了，因为这样子不太好。那我现在该去哪里？要去水星。水星啊，你现在应该会一个把树上胶开完，对不对？水星在哪里？水星的有个地方可以先进去的，就先进去吧。啊！太小声，听不到。应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去吧？水星怎么去啊？这边只有12，说什么12个任务？对，地球的12个任务。有一个可以点啊，有一个是亮的可以点。哪里？不是有些地方亮亮的吗？哪里亮亮的？什么什么杂货摊？那个地图有那个地图几个可以点进去的关卡。不是有一些是雾雾的，然后有一两个是亮亮的。对，对，那就是点亮亮的部分，这样。点亮亮的部分，因为必须要提升阶级才可以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是啊，你的麦糊糊的，我听不清楚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恢复传键啊，进去了。好。啊，对，那个游戏声音可以跟黑暗的声音平衡一下，因为黑暗的声音很容易被盖过去。对。有些声音挺大的，然后我的麦有点糊糊的，这样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这里是恢复传键通讯，间谍。啊，电梯耶！什么电梯？可以跳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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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可以拍照，家伙没看到。这个是间谍任务，所以我要先完成12个地球的任务喽。你要把每关的那一关的 BOSS 杀掉，就可以去下一个星球。哦，是。对，你可以先把所有星球开起来，再慢慢拓展星球的。虽然说这两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并行的。哎，走到了七队，多一个，先多一个了。耶！打不死不到人，中了。Waiting for me, elevator. Thank you, Funky Magic, Funky Magic. 这是什么月光什么球 ？Funky Magic, Funky Magic, Funky Magic, Funky 威武元歌。先生，你要害我被ban台是不是？哦，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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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你的肾脏啊，你把他肾脏拍走了，你是不是有强化？强化。月光什么石？耶、yeah ！月光去壳收集到一个了。去什么？哦，那个只是路边的小东西。我要收集10个，我就可以买，应该可以买那个蓝图了吧？对，球果能干嘛？大连买蓝图、啊。买什么蓝图？一股堕落者蓝图啊。哦，是啊，好棒啊，我想要。他不是可以怎么设定为目标吗 ？Thank you, Magic。嗯，等一下啊，我要。还有半。Magic， 两个。哎，有人带盒子吗？应该有吧。盒子。什么盒子？这破坏哈，这破坏，错了，错了，我以为这是移动防御。哦，你说 USB 吗？哦，我还可以走钢索，好好玩。对呀、啊，可以走钢索，还可以跳个舞之类的。喂，反击咩？我到终点了，我该就这么等你了，姐，满血。哦，我到终点，我到终点了。我的攻坚技术真的蛮烂的。哦 ，CDK。
然想拿枪了。我现在只拿着一把弓，还有一把苦无，然后一把刀。我这样根本就是隐秘机动队啊！对啊，根本就是没有东西会发出声音啊！根本就是个中世纪的。为什么要玩困难模式？一个东西会发出声音，你知道吗？什么东西会发出声音？毕竟要实况嘛，总是玩一点有闹趣一点的。对啊，我怎么会选一些奇奇怪怪的武器呢？还是玩 normal 就不好玩的，都要玩 hard 的。不然的话，大家都会说：“哎，已经摸到。”嗯。等一下，这个任务地标在哪里啊？在水下。三个小时后，你怎么还在这一关？对，三个小时。不会啦，我没那么烂，好不好？好啦。哎，等教你一招，苦无可以就是边丢边靠近对方，会比较容易丢到。我知道啊，可是我现在只有，哎，换一下好了，刀子。劝你不要了。哎，你不要突然就开始杀起来了，好不好？有那么激烈吗？只是破坏而已吗？我没有杀起来啊。我不是跟在你后面跑，然后顺手挥一下这样。我现在只有一把刀跟一把弓，真是。我还按错键哦！哦，左键到底是什么啦？啊？哦，我懂了，格挡吧？威力加倍啦，应该看那个样子。哦，你开了引导，哎，注意引导。打个加倍。我的引导是多少啊？等一下，我的台有没有问题？引导？哦，想起来我的引导是多少了？我好像没看。你的台。我到这里来了，好，没问题啊。哎，已经到这里来了，怎么办？啊？你只会走吗？不是，你不是会走啊？好，我交给你了，我去找箱子啊。是啊，怎么到这里来了？还没找到箱，找完箱子。对啊，奇怪啊！哇哇，欢迎 So Serious， 冲下去！哎，什么东西？误触到小潘漏了什么地方吗？Rainier的立场陷阱将失去所有的能力，触发治疗的警报系统。OK 啦，不会碰到啦。吓我一跳！哦。进去。我这里 O 不 OK 啊？看他在想什么。哦，原来我死掉了！妈的，毕业。嗯。哎呦。你刚死掉了。刚死掉了。刚刚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我就。没有，你看那个、哦，我又按错了哦。我先去旁边加板。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先去砍那个了。砍不坏。没有啊，我们在帮你找枪支啊。这个东西也不是。先去开一开啊。等一下，要等。好啦，好，那先去开枪。我去开。可以的话，顺便钥匙也一起拿过来。好了，走了，走了，都加油，都加油，加入战力的一部分了。好啦，是可以的。干，不能下去。那你不想加入我们战力的一部分吗？讲的这么心不甘情不愿，这种不愿意是不是？哎呀，是吧？一来就想飞了是吧？哎呀，安安，我卡关。可以不要飞吗？有点肥的。卡在哪里？卡在第二关的，怎么讲？我要怎么到那个？你怎么下水道里面？八仙乐园。哇！八仙乐园，我刚开游戏就卡关了。对啊，才开一个游戏。没有吧？你只是迷路而已吧？哦、有了，在这里啊。好，开门。哎、欸，
因为后面太多怪了，你们后面太多怪了，我这边传送门这边都没有怪了。很好，这样很好，很好啊。这样你不是很好吗？到 GUS。哦，脱离菜鸟嘞。又在哪里？贝马斯你好吗？马斯你好。贝马斯你好吗 ？Hello， 好吗？不太好，还通顺吗？不太好呢，有点快虚脱的感觉。这等一下，这个是谁啊？我刚那个吃的东西，我怕待会要再吸几发，有点忘记。这就是过期快两个泡面的威力，快两个月的泡面没有问题吧？看医生结论应该是轮状病毒，这是特别严重哎。天哪，两个月的泡面呢？你是打什么？什么？等一下，这位东西还能吃吗？实验室还有放两年的泡面哎。是吗？你医生说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了，他说毕竟是昨天吃的东西。哦。所以只是刚好遇到了，对不对？所以是轮状病毒，对，是轮状病毒。等一下，现在这个简讲话是谁 ？Mars， 你好。为什么突然间有人讲话变超小声的 ？Who？ 谁？你？没人跟我讲哦。你好，这是初次见面，初次见面正在拉肚子的 Mars。这是初次见面，然后正在拉肚子的 Mars。为什么？这是在厕所里面开黑奥的 Mars。妈，没有了。那厕所里面开黑道吗？就是房间啊，不是厕所啊。我电脑没办法在，没办法在厕所。就会变成。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把就变成什么？掉。耳朵说什么？什么？哦、是耳朵。我这边设定跑掉了。Andrew，你说什么？我说我是不是要把你们这边的声音关掉？因为不然这样对啊，有点太乱。对啊，对啊，对啊，很乱的。开太多个通讯软体吗？对，今天在打那个今天的突击哦，还没，今天还没打。你在散步？这只是谁啊？或者是单纯的神殿？好吧，都掉了啊、哦！这电梯要快快掉了，迷路了。是来不及是吗？或者是二楼破坏吧？俄罗斯破坏，呀，俄罗斯破坏，好任务完成啊、哦！好累啊、哦！那个四是什么意思？好啊！啊，电梯这边。对啊，刚刚那个电梯坏掉的电梯。这个游戏有 PVP 吗？其实、啊、虽然说打挖掘赚钱很快啊，但是我打了一场挖掘，发现就是该怎么说呢？快是快，只是原来我们赚钱那么慢。原来什么？原来什么？原来钱其实这游戏的钱也是赚的很慢，对啊，钱对啊，被发现，糟了，发现了真理，糟了，营运厂商要来找 DK 了，这样，我营运厂商，你发营运厂商啊，你发现了秘密这样，快走啊，带路了，快走啊，哦哟，这游戏赚钱酷了，终于啊，这局会不会刷 TP 呢？TP， 现在如果抽到 TP 的赞助码，是真买武器的一个。什么 ？TP， 马斯在等你买武器的了。Bang！ 这钱要怎么赚啊？那个是要农的，农出来的。冥王星黑暗战区挖掘。只是你要撑得住就是。大家，马赛罗打军人 DP 的头盔，这个是现在吗？你说这下一场还是这一场？这场应该不可能打完。什么？没错，喂，雷，其他全部都是核心。是几盒啊？五盒吗 ？Excellent idea, Ordis. Tenno, we need to make contact with a corpus defector sympathetic to the Tenno cause. They. 好了，我觉得我要先把你们这边的声音关掉。那你可以转小声一点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转小声？你先去我们。我们被编掉了。被编掉了。谁被编掉？都是你，太吵了。不要挂。对， okay， 本来就 S 控开黑曜机在火炒是没错，有啦，而且我们这边本来就是私人聊天室，所以就不太适合一边开一边开一边乱讲话。所以
所以那个发神经啊。我发现我音量的控制器会一直跳掉哎、欸，奇怪，我给它自动调整。是啊，有自动调整哦，怎么样？好想要。我现在终于知道拉肚子威力如何哈，之前不会拉那么多次。拉肚子，下力，那我的厉害了吧？虽然之前那一次有那个重下力啊。哟，五万哎、欸！完了，没钱呐、啊！抢钱啊！这是抢 Coors 的船、欸，紧急任务，抢钱任务，抢钱任务。哪里？五万啊！我听到五万了。Coors 紧急有五万啊！更是抢钱，库存所在位置的，终于是抢钱任务啊！等一下，你们要抢钱任务吗？对，这个我感觉是大概的吗？啊，可是我们满人了，我等下大概的去。这个是在闹抢劫，真的太过分了。没有说他们的钱是乌来的，我们只是把它还给你，是这样。我等下去外面的去打好了。我等下带。乌来的钱就乌总，这很正常嘛，对不对？啊，等一下，我是要能跟你们还是怎样？哎、欸，等你等我，等我等我一下。哦，好。对，我等下帮你接。你现在 end 啦。对啊，我要去等。等一下，我可是我进的海了，让我打完吧。怎么抢钱的目的是间谍？好，我要 A 点。所以我们要是把他的钱全部汇到我们账户的意思哦。应该是哦。Boss 一。阿姨，等一下，这些讲话的。那还有全部炸破了！哦，谁炸破的啦？艺术爆发了！艺术爆发了！好，别乱爆发、啊！对啊，等玩家、啊。这不是我们决定的，不知道等谁。拿下来啊！不要等我一下，等我那个。要解开又在靠边说怎么爆发了？怎么爆发了？怎么爆发了？他真按上 A 了。我说我是第一个是好样，那我就是撤离点。嗯，你也看到撤离点在哪里？你很厉害，然后先告诉我们撤离点在哪里。陈玉芝，虽然先知道不能怎么样。嗯，预知过去，先知未来。预知过去，不是你想知道过去，你要先知道未来。嗯。啊，二零古堡这我会。我、哦、是下楼电梯，我耳朵响了。耳朵，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打那个。那我要再去解一个任务吗？还是怎样？你可以等我一下，你可以先去看一下东西啊。shit， 进不去。看一下新图。抱歉，抱歉，他没有直接去开警报。一定的人是会直接去开警报。我滚进去的时候被电到了，所以就启动警报。那耳朵，我先去打一个救援任务，等一下，啊，就稍微等一下，我再加看能不能加进去。好，那我先去。这任务有点难呢、欸，你们两个 OK 吗？哦，烦呢、欸，怎么是你啊？第二个成功了，搞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投票选择释放被囚禁的军火商，为什么要投票？那怎么了 ？Success。不是走进来，你是走来 A， 对啊，反正难怪出动警报，被气死。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奇怪啊！我在通风管里面怎么会有警报？等一下，为什么有雷的？我安达，我到点了，要突然增加难度好吗？谁增加难度？我。你看那些那个盗贼电影，怎么知道有这样的角色存在？等一下，耳朵是哪一只？我目前应该还没过去。诶、欸，门又打开了，明明上面写那个封闭的门，就竟然打开了。它显示是锁的符号呢，这竟然是开的。吓死你！等一下，我现在是被邀进队伍成员里，是不是？被搞啊？没有，你应该不是被邀进队伍成员，你应该是刚好就是有人在打救援，然后你就是对，刚好找不到野桃。我还没有进去救援呢、啊，他说什么投票选择啊？我是商场队伍吧？
那我就接受了。你按 ESC 这个按离开队伍啊，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一万五哎，一万五变六万五，好爽！对模式加上解完任务的极限好友，爽赚六万五。那我就打这一张啦，天龙小托。Ender， 你有加我好友了吗？我没有看到哎、欸，怎么从哪里看？朋友，然后你可以从通讯找之前作战的，之前玩过。可是我现在在任务里面，任务里面不知道行不行。通讯，然后收件夹吧，也不是。啊，我申请了，可是通讯朋友指令的，你可以邀请朋友哦，你邀请那个谁？他只是等他确认而已。那我要去拿他，我要等你的确认。对，我们接下来要做通讯，开箱子啊，我钱还是不够。收件夹是不是？不是啊。通讯开箱子哦。然后朋友里面就会有那个什么朋友邀请那个按钮。什么按钮？朋友邀请，然后你就看到我邀请你这样。邀请。我可以拿欧贝隆吗？在欧贝拿欧贝隆在 End 有吗？哪里啊？我先去带 End 喽。拜拜。黄昏卡拉克，黄昏卡拉克，我先拿出来用用看，大不了不好用就扔掉。我没有看到哎、欸。朋友，然后他不是有一个线上吗？朋友线上，然后嘞？旁边一个。右手边按一下。右手边有两个人的那个哦，阿克里优点是什么？然后呢？然后朋友邀请按下去之后，你也看到一个人邀请你吧？看一下，我点下去怎么会是网页啊？当然，这场我要先占领一下。对，我点下去就变网页。我看一下，加为好友那个吧？对，没有啊。那个要我输入哎、欸，你的 ID？ The Devil Ear。一个字一个字。啊、嗯，原来是我还忘按 S 的。我记得 PHE， 这是老问题了吗 ？PHE。PHE。然后 B E V I L B E B 什么 B E V I B E 他们常常被轮上病毒攻击。E R E A R E A R E A R 嗯，这样 B E V 无效资源干，你打在 R C 上，把 R C 关掉了，哎，直接打天奥上就好了啊。不然你来找我啦，你来找我。我已经找啦、啊，可是你没有同意啊。再你按邀请朋友看看。拍照了，请朋友，我按下去就是网页啊，不知道为什么。你按按看，你按给我看。我按下去就是一个，一直就会直接连到网站上面。怎么了？没有啊，没有连到网站啊。喂，一二三，听得到吗？喂，我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我听得到你，听得到我吗？听到你，听得到我。好，没关系。等一下，还是我要先退出任务一次。要先退出任务吗？你现在在任务里面？我打到了，好阴险哦！藏在这边。我打退去给你了。哪里哦，黄塔克、哦，对，是垃圾，然后坏者德拉一样哦，还是比坏者德拉还垃圾，
瓜子他给我的印象还好一点。瓜子他至少他跟德拉比较起来，给我的印象还好一点。没错。你觉得瓜子德拉不错用吗？先退出任务一下。嗯，明天退出。五分钟可以，那我要马上回吧，还可以用我枪吧。就是啊，这一把哦。然后就把它放回去，这种感觉。When you are ready, 带人用哪些角色会比较好？我步枪限定的时候，你会带鱼骨放在出去，不会带那怪子的拉出去那种感觉，但是你会把它放在仓库。没有啊，怪子拉已经卖了。啊，我拉错了吗？我买不到了、欸，对啊，你又打不到哎、欸，是很烂啊。像那个遗珠皮，你们都没有留，不是吗？ And 你按错了，我总算知道你按到哪里去了。遗珠皮你们不是没有留、啊、东西？因为我没有留一本的吗？你看到线上是没有留，旁边一个朋友邀请，不是不是图片的那个朋友邀请。什么什么什么？你刚刚按错了，你要按的不是你要按的不是图片的那一个，是哎。欸左手边左上角小小的那个什么线上，你现在看到应该是线上。线上。哎、欸，没有，进去好友里面，进去朋友里面。通讯嘛，朋友。嗯。然后呢？点击啊。对啊，我这边会累格。我要看资源。不要打。不走，不要打他。为什么你退出去了？哎、欸，拍照拍照，我要拍。哦，这是说拍照的。我没带、欸，我还没带。多，我要不要跟你到另外一？要洗就好了。对，我们就有买，我却没带。我要不要跟你到另外一？就好了。啊，我这边先关麦。太晚了，消失了。耶、yeah, ，两个，还差八个，还差八个。我只玩一大群。这是什么垃圾？哎、欸，好，你把 The Devil Ear 去，你换你加我好友好了，这样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就是你继续刚刚那个加为好友那个动作。好，可是你要先等一下哦。嗯，等我接，顺便接个电话。好了，气库，先暂停一下。
And 听得到吗？听得到。好，欸，我带了我的辅助角上场。那，我现在，你现在，你先去星图那边，我看一下。星图，欸，哦，对，对，我去看一下，你可以打什么？我现在就只能打救援。欸，现在是阿毛在看吗？阿毛在吗？刚阿毛跑进来不是吗？嗯，啊，有吗？你说跑进 RC 吗？没有，跑进那个退去。这边只剩哦，你现在是那个叉叉，你按那个叉叉救援，救援按叉叉。嗯，你就按下去啊。你刚走的就是这个而已啊。什么东西按叉叉？没有叉叉，不是十字的那个啊。你按那个十字的那个符号。嗯，然后呢？嗯，你按下去啊，你的 ID 你按下去就会选，不是，不要，我想一下怎么跟你解释。哎，对你现在指的这个按下去。嗯，哎，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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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们的画面，你是在看我的画面有延迟，对，我们的画面有延迟。哦，我现在是点了左上角的那个十字，邀请玩家，不是，对不是。不是他要交叉的十字，就是你原本出任务要按哪一个，你就按哪一个。我现在我要跟你出任务，我已经加进你的队伍里面了。哦，这样子吗？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是要返回。我看一下我的画面到哪里去了。哦，在这里。然后，所以我现在要按开始倒数，对不对？真的，你不能按开始倒数，尽量不要这么做啦，因为你开始倒数，有可能队友还在处理东西，你这样子对队友其实很不礼貌。哦，你哦哦，原来如此，我懂了，就是对，你要让我接受，这是一个投票。了解，画面看起来一切正常啊。哎，好，然后，哎，我来教你一些基本动作。哦，这样就变成两。你的蹲下键是什么？我的砍错吗？嗯，对，应该是。我其实都不蹲下的，就直接冲啊冲啊。哦，你拿弓箭的。对。然后我的第二个武器、就是。等等，我先开一点东西。嗯，好，辅助够。这个是什么？你看，这个是蹲下的动作，对不对？哎、欸。然后你往前走，不是走一走就可以滑垒？嗯哼，可以滑。好。然后你在滑垒的期间按空白键就会跳起来。哦，对，然后跳起来是往你的那个滑鼠的方向，所以你如果直到天空中就会变这样。试试看。等一下哦。哎，等一下，我把 RC 开音感好了。好，我开音感。哎、欸，哦，你在看剧情？哎、欸，这个是什么？你看一下。嗯、这个。你说在讲话那个人吗？不是不是不是，我的刀。嗯，我按左键，然后。这个是引导武器引导啦。我劝你左键是不要放武器引导，而是放。那个近战格斗，看一下我的左键那个叫什么？那我要调整一下。对，定按，是叫开火吗？左键是近战攻击。左键滑鼠键一。左键是，你可以跟我设定这样子会比较顺。近战攻击滑鼠键一，近战格挡滑鼠键二。近战格挡滑鼠键二，好。然后近战引导滑鼠键三，好，滑鼠键三你知道是什么吧？我知道啊，中间那个滚轮那颗好。然后切换武器是 F 对不对？切换武器是 F 对。嗯，好，接下来应该就是比较顺的，应该是没有了。嗯，然后你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推荐你用的？换枪呢？换枪我是用滚轮啊，往前滚就是主武器跟副武器兑换，往后滚就直接换近战了。
不是这样子啊。哦。然后你去控制的选项，选项里面的控制。选项。退出去，往回退一格。然后呢？那你都弄完了吗？嗯哼。哎，好，你那个，选项控制，那个镜头跟着近战目标勾起来。镜头跟着近，哦，好。对，然后切换近战格挡跟切换近战引导这两样东西都勾起来。OK。然后使用键环境互动键可支援弹夹，支援换弹夹这个去掉。去掉。好，就这样吗？你我这边荧幕看到你还没去掉。哦，我已经去掉了。你可以继续说。哦，这边有延迟，这边有延迟。对，这边一定会延迟的。好，好，好，结束了。OK， 这样就没问题了。接下来你只要看画面，我就跟着你，我就跟着你走。好。走错路了，走这边才对。好小啊！哦，下面没路，可以二段跳啊！我刚才跳下去，整个是空的。哦，那没差，掉下去就掉下去啊！你看我掉下去，还是会回来，我再回来。对对对对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然后，对对对，你要习惯，你要习惯。OK， 你要习惯这个跳法。螺旋跳啊，那个应该是叫螺旋跳。为什么你跑得好快？姑且就这么叫它，因为我有按冲刺啊，这个我按着冲刺在跑。这个有跑装吗？没有啊，只是我的角色是比较快的。我这次已经是比较慢的形态了。是。对啊。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箱子。箱子可以打开。嗯哼。哦。地上只有一种东西你需要注意，就是圆圆的。哦，蓝色。只要是圆的东西。对，然后还有一种黄色的圆圆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那个是素材，只有那肯定有需要捡。嗯哼。不然其他应该是没什么关系。我的剑。其实不用解警报啦，解警报只不过，对啊，解警报只不过是让怪不要靠，不要那么多而已啦。啊，如果你不介意怪的过多一点的话，就不要解啦。哦。会引发警报是因为我啦，因为只有我的枪会产生声音啦。嗯哼。警报是我引起的，这样。OK 啦，射得中了。不用担心。有时候会一发不死。对，你要打，尽量打脸啊，因为你弓箭就是瞄得慢，就是直接打脸最快了。如果有争取一枪杀的，如果有狙击镜的话，就更好用了。你之后可以去做一把狙击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做一把，反正帮你弄点枪。等一下，弓箭有数量限制。对啊，没差，你在地上就可以捡到弹药啦。哦，对啊，等你子弹弹切再跟我说，我再帮你找弹药。OK 啦。喂。打我是不是？啊！不该带他来的。什么东西？我刚刚本来要叫你看东西的。看什么？你有一种东西要捡。素材的罐子，素材的罐子。罐子哪里？哪里？地上都满满的。被我吸走了。哦，没关系啊。你应该也看得到，有一种黄色的素材罐。黄色的不知道。我去标，把它标出来。等一下。啊，被吸动了之后我就找不到了。嗯。有。哦，那个啊。对，吸到了吗？吸到了。对，它是红化结晶，对不对？哦，那个东西能干嘛？
素材，就是很，这、就是最基础的素材了。之后会缺更多，你之后再跟我说你要做什么素材。OK。你是房间锁死了吗？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奇怪。等等哦，我放个技能让你用，这样敌人打你就不会痛。是、啊。如果你想把敌人打痛一点，就跟我说。我就这么好用。就，我这次是比较偏辅助的。助形态。This is the prison block. If you can avoid detection by the warden, 来，你去启动面板。哦，怪不得需要那个。怪不得这个需要队友。没有、啊，如果自己玩的话，他侦测到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他就会变成一道门。对，他就变成只有一边就可以了。这边的士兵好像比较硬哈。没有、啊，没有比较硬，他是 Gunier。Gunier 就是这样而已，你是打到装甲才会这样。嗯，此区有重兵把守。哎呀，重兵不算难度啊，就是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话，等你这只升满嘛，下去。等你这只升级之后，你有一个能力是剑锋，就是你可以放剑气啊。哦，卡住了，卡住了。你这样子，你控制算不错啦，比我强很多了。当初刚开始玩的时候超弱的。我觉得我已经弱到一个。哎、欸，不用担心啦，要救援嘛。去哪里？对，这个要救援，不知道救谁啊。这里。哪一间？来，你看地图上是不是会有一个这里？然后二号。嗯。对。你去负责二号，你去二号解锁入侵安全系统。对，他通常都会给你两间牢房，然后只有一间是里面有人的，所以这一间里面就是没有人。这间没有。那你再来试试看这边这个。现在是 Gunier 应该是按空白键就可以解决了。好，看到他了吗？就是他是我们要保护的人质。那、哦、接下来怪会无限出，无限出，所以我们就对我们怪会无限出了，接下来会无限出。走哪里啊？不是走这儿？没有没有，走对了，我们路线是对的，只不过那个门是锁起来的。The Lotus must be desperate to send you fetching greedy fools from. 你要跟着我吗？有。反正你要跟在我旁边就不会有事了。Give me a side on channel. I'll cover you.等一下，他过得来吗？他过得来啦，他用走的也会走过来的，你放心。哦，是哦。哦，在这兒。好、嗯，我要走去撤离点。哦，你已经先走了。对。等你到撤离点。Hello 。然后，如果对方没有看到你，你站到他后面去，可以用，你可以把他击杀。我在这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受到影响。什么影响啊？蛔虫啊。蛔虫。就是 Vault 上位在你身上，在你脚上装的那个东西。对，你站住，我看一下。大，你脚上有一个东西，像是脚铐一样的东西，有吗？那会侵蚀我的意思吗？对啊，现在你的任务就是，你现在要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蛔虫移除装置做出来，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移除蛔虫这样。对，然后 Vault 上位就一直在那边跟你唧唧歪歪，说什么你逃不了他的那个，逃不了他的那个什么控制啊，这样子。你要不要不要管那么多，不然看的人会觉得你一直在剧透。没有，
没有啊，因为他一直在讲啊，他刚刚就一直在讲啊。跟你打的时候，我这边就一直跳 mod 上位讲话。对啊。哇，两个人打简单多了。但是因为你拿的真的是最高难度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好像一向都拿一些很奇怪、很难拿的东西啊。我那时候还是拿弓箭跟那个手枪欸。啊，你连手枪都没有拿，你拿苦无欸。我简直是你根本就是战士嘛。你根本就是让我觉得太惊讶了。你没有一件武器是会发出声音的，你知道吗？我就是静悄悄的啊。我玩麦快的时候都是玩那个啊。好啊，然后接下来你就继续跟着那个任务跑，跟着 AK 死神，对你跟着任务跑。那你呢？我就帮你解一解。啊，我就跟着你啊， okay、就帮你解啊。那我安装模组，我是有解什么东西？Operator, I've linked the mod segment to your arsenal now. No need to thank me. Upgrade your warframe now. Go to the arsenal. 去中血库，中血库看看有什么武器升级了。所以这些东西是用越多就会用越久就会升越高，是不是？对，会升稍微高一点。其实我刚刚应该没有帮你升很多级啊，因为你们打了这个很低等，还是你想打高等一点的？可以啊。好，那你去等一下，这个怎么升级啊？我再帮你弄，看一下哦。就是你要插卡片上去啊。卡片没卡片，有一个东西叫 mod， 然后你要插上去。哦、線有了，这样就你的膛线有破掉啊，我可以看一下吗？这是破掉的意思吗？对，好，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插上去啊。不要插第一个，不要第一个，第一个你把它拔起来，拔下来。往下，我要拔第，那我要第几？把它移到第二个，移到第二个，第二個拉着移到第二個。好了，第二个，哦，我已经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对，好放。啊，我忘记萤幕有延迟。对了，这样就对了。好，然后你升级。哇，空刀有四个。就放在 R， 它上面右上角不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标记吗？嗯，那个就是，那个是极性，极性对了之后，那个会减半。哦，消耗的点是会减半，嗯，所以很重要，压迫点，随便放就可以了。没有，不能放，不能放。好。我的意思是说只能放一张啊。我知道啊，只能放一张哦。哦，因为你目前的点数不够啊，你只有四点啊。我知道，钱我是觉得不要毁灭工业，怎么还是五十块啊？五十块怎么可能？五十块而已。就哦，它有两种，不是五十块是白金。白金要怎么买？白金是氪金才会有，你进场他会送你白金。那。不要花白金，那另外一个是先别花白金，叫什么？另外一个是叫现金，现金白金跟现金。哦，白金，现金，好贵哦，这些东西。还好，你想赚钱吗？那我去开玄关给你赚。那你等一下就尽力跟着我。好，我拿比较慢的角色，你等一下就跟着我就好了。那你现在是要？那我现在要做什么？你去找。等一下，等等，你按 ESC， 然后按接受，还没好，我还没，我还没去那个。OK。我想一下有什么关卡是有钱的，有很多钱的。Yep。我找找看啊。好，决定是你的。请按接受。哦，已经好了哈。接受。啊、好，这一场下来就有5800。
怎么接这些东西，怎么接这些任务的？有一，欸，你去星图上看的时候，你的右上角会有一条，右上角会有一条一排东西，然后它就有分什么警报、入侵集团跟突击，解了就还有一般的就是对对对，解了就会有，它会有奖励，然后这个奖励刚好是钱的，所以我就带你进来了。反正你现在跟着我走，不是？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东西，我左手拿的这个叫 USB，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这一关的关键。你要我捡这个，哦？对，如果给我捡就好了，因为你的副武器没什么杀伤力。那怎么给我捡就好了？那怎么丢掉？你就换成主武器，它就会掉下来。哦，对，好 ，OK， 我只是给你拿看而已啦。OK。我用走的，这关不太需要那个。如果看到怪，你就躲到我后面去就可以了。啊，我不用打吗？不用，因为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杀伤力。副武器怎么切换？要看你怎么设定喽。Ouch！ 哦，抱歉，忘记登爆孔了。这个等级比较高，没错。你先等一下吧，反正你死掉，我还可以救你。我会注意你的伤势。好，有这。哇，不好打。不是啊，就是对方的等级太高了。你全部的东西加起来也才，你全部才只有四等，你知道吗？对，我知道，等级很低啊。OK 的，这只是先带你来看一下。对，可是你还是杀得掉他们的吧？是杀得掉啦，可是很耗就对了。还好，以后就有机会一枪一支了。哦呦，反正就是没关系，就只是带你进来看看，真的只是带你进来看看的，顺便帮你赚点钱。我只是顺便带你进来赚钱而已。顺便带我进来赚钱吗？对对对，带你进来看看，顺便赚钱。那是什么东西？哎呦，鸡死鱼嘞！完了。打爆就可以了，快死 ！OK 的，还有11滴血啊！我会去救你，等一下你。没有，我躲在上面。OK 啊，没关系啊，就放着去。可是我已经还是会被挨打。哦，这个地图真的很难守哎，这是要守哦，要守啊，要守这个东西啊。等一下，他们不会主动去打你的。会，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你会优先打你。哎呦，没看到你就不会去打那个。反正有虚人船员啊，武器刚封吗？过，这武器是零等。啊，过了，我们那个你看到地上有那个 USB 掉下来了，那就是我们已经入侵一个。这换我拿。我们要去下一个点哦。我如果射到你，你会不会受伤？不会。哦。不过有一些武器会，你暂时是不会遇到那个武器，因为那个武器很贵。我现在生命值很难做11而已。OK 的，跟在我后面就好了。啊！我死了。没事，没事，没事。被救活的。哦、oh，Thank you。对啊，就是很简单。他刚怎么打到我的？我完全没那个。他用雷射枪射你啊！我刚怎么没看到他？哦、oh ，我想说你怎么一直
找不到你。我一直跟着你啊。啊，他从很雷射枪会从很远的地方射到你，要不然就是地上的基石鱼雷把你炸掉了。这种地方用苦无好了。不要，你拿弓箭，谢谢。你拿弓箭。可是距离。你拿弓箭，你要练习啊。距离上不是练习不适合啊。哦，你说怪吗？怪太靠近你就用快速近战攻他。哦，不错哦，你放了技能。对，我刚刚不知道按了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按了1234的2吧？对，我2了，我按2。对吧？你按2之后就会放技能啊。觉得有必要放他出来，等我一下，放个小伙伴。我连一个守卫都打不过。无所谓。我连一个。快说，这里都是13等的。这里都是13等的。打完你出去应该蛮高等的。Still working on it. Continue to defend. 哦天哪！天哪，我都没有，没有带特殊武器。真该死，有没有拔蜡？有啦，有榴弹枪啦。没有带啦，我只有空啦。怪不得你说是最难用的。真的难用啊！不可以打我要守的东西啦。生气了，踩一下。为什么这是打不死啊？那个，昨天看到一只。我还有什么技能可以放？你现在几等？我现在4。你就上面那排都按一下试试看，你应该是只能用一招而已吧。And 等一下要换我当主机，你的电脑就是因为开实况的关系有点累。And 来我这边啊，shit，被喷飞了。我现在在从很远的地方支援。好了，好走，我去二号，二号从这里跳过去。啊！掉下去了，还是不习惯按那个，又要逃跑了。不知道，来上来了。哎，要不然你就走这个方向啊，走这里。我是习惯，就是从另外一边跳到另外一边啊。对对对，我要习惯一下，你想看，冲刺扛蹲跳，蹲跳，靠墙壁。对，对对对对对，你跳很对啊，你就这时候再跳过来就可以了。又掉下去。你放弃了吗？放弃了，我觉得我已经快杀完了。是快杀完了，因为我们要去下一个点。啊，要去下一个点了，是不是？等一下这边还有守卫啊。不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杀不掉。我不打了，他开外挂啊！他开外挂，那力哥啊，怎么可能我打他杀不掉他？你要跳蹲啊，蹲跳这样，然后你可以跳高一点。什么？你可以跳高一点。人的话，走咯，你往前冲，往前冲，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不用担心。左转，左转，左转。那个门不会开，红色的点就是不会开。嗯哼。丢它简直跟皮在痒一样。因为你现在拿的系列是 MK1 系列，就是，就是比较差的。就是可以直接用钱买的，不是用制作的。哦，对 ，MK1 系列就是比较差一点，就是。我要下去吗？还是我待在楼上？下来，你要下来。你下来，阿爸。有人要打我。我就跳下来就可以了。哪里有？哪？没有掩体。干，怎么会积石？你要小心了。你可以把我当掩体，因为我身上有上技能。
他们打不穿我，你可以直接把我当掩体就好了。哦。OK， 跳过来这边。总结的好可怕哦，你在哪里？对，哎、欸，你都是用二段跳，这样不太好。你可以练一下那个，练一下蹲跳，蹲了之后再跳。就是你跑一跑还可以滑垒，不是吗？嗯，我知道。滑垒到一半的时候再跳，这样会跳比较远。哦。好，拿手喽。你要不要先去找个地方躲起来？你在哪里？就是先去找一个制高点狙击。我正在找。好，先把这一波怪都清掉。等一下，那个人呢？不在你上面，在二楼，在二楼。我下来了。你不用管我在哪里啦，其实不用管。对，因为现在他们的目标应该就是我跟那个塔，所以呢，就是，找个地方狙击、哎。哦，又来了，又是杀不死的怪，烦哎、欸。奇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啊 ，bug 啦，那个是 bug， 最近会是 bug。踩一下，还有没事吗？嗯，好，再见。在楼上吗？没有，没有怪了，暂时没有，起码没有可以打的怪了。有啦，在前面。哎呀，在前面，刚出来的，热腾腾的。可恶，那一只，算了吧，飙一下。那只，有一只是真的杀不死的、欸。对了，我知道，我刚被他揍了。对啊，那只有标着的就不要理他了，他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就人生到此为止啊！啊，死了，躺了。那就待在这里。还可以射。对啊，你现在是倒地状态啊！倒地状态就是队友要来救。上面都是 OK 的，可是我没有拔拉可以用，而且我觉得我的那个弹药也快用光了。哦，那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吸尘器，我之后会帮你做。你先跟我走。打不死又是 bug， 所以我说再等一下换主机，等一下换我当主机，因为你的电脑拿去，你的电脑有那个有开台吧？然后我这边又，就是你开一台又开游戏的，又当主机的话，就是太吃流量。哎，我升到第六，等级六了。等级六应该还是多放一个技能，你按一下闪。很快，可是死的也很快。你的第三技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 XP 的。哪里？我想想怎么走。对，你想一下怎么走？走这，走哪？对啊，先清掉。这边有比较强的，好，蹦，是了，还有防击系列。来了吗？到了，到撤离点了。啊，已经到撤离点了。再往前走就是了、啊。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我被挡住了。挡住之后，你要看这个东西。你看我标的这个，标不到吗？哪里？在后面，你后面有个摄影机啦。哦、这边在发，这边有电池的这个，原本的位置有一个摄影机。只要你看到那个，就表示有摄影机看到你，那你就是四处找一下摄影机，要打掉才可以离开。对对对，你呢？好，你直接去撤离点。对对对。超难的。还好啦。
躺两次。那是因为你刚开始而已啦，别急别急，这游戏急不得。好，我们该回去打正常的东西了。这个好不正常哦。对，因为等你等级还没有到，所以就会觉得干这里很不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接下来你就是继续走你的系列任务，我再帮你一下。好，我先去升级一下东西，然后不用啊，基本上暂时不用管你现在拿这套武器吧，因为我们都会帮你换一套，你一定要换的，势必要换。生命力。那个帽的上面有一些记号，那是什么意思？哦，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急性啊，就是你急性对了，你的消耗就会减半。哦，急性错了，消耗会加倍。哦，对，一字卡，那是准确射手。看一下，主要武器系列。你觉得我要拿一把枪吗？你可能需要买一把枪。你有推荐什么样的枪？因为你现在拿弓。螺钉步枪。你现在有多少钱？我现在现金吗？一万。一万六。一万六。可是你现在看的是白金区，呵呵，这边不能买。我要怎么到现金？你要去按武器，武器，武器，武器。然后嘞，你按一下。然后你不是这个，对，你等我一下，我画面要跑到那边。你直接跟我讲吧。武器，然后你要买蓝图回来做。蓝图哦。对，主要武器蓝图。可是帕里斯弓好像可以耶。我的意思说，目前的话应该是盯得住的，盯得住啊，当然盯得住啊。可是就是你会打起来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没有任何就是连射型的东西，就会觉得很痛苦。有啦，苦无可以连射啦。嗯，好、哦，如果你觉得那个 OK 的话，你觉得那个 OK 的话，我是没有意见的。震荡弹头，好不错。震荡弹头，哦，那个加击退的吧，那个帽的啦，对啊，这个的话就污染弹夹致命一击，这个好了。哦，好吧，好，我要开始接，我要接下一个任务。对，你去接下一个任务。哎，在哪里？我在这边。下一个任务在这边。Tenno, we may have a problem. The colony is unresponsive. Get to the surface so we can see what's going on. 我选择之后，你要加入吗？对，你要等我一下，因为我在调武器。好，我看一下实况台，还是只有两个人。你要不要当管理员啊？我是都 OK 啊。可是我要怎么升？我要怎么调整你的阶级位置？嗯，你卡到我了，卡到我了，真的。哈哈哈哈哈哈。等一下哦，还快好了，快好了。好的时候叫我一下。
因为我还在调我的配置，顺便带点东西出来。我等下放个小伙伴出来帮你。哦，对，我等下放个小伙伴出来帮你，帮你吸引一下火力。反正他就是出来被打就对了。哦，铸造厂模组，所以你还没有铸造厂模组。好，帮你拿。好。弓箭厉害的地方是单体伤害很高啦，嗯，就是一下一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还蛮适合我的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你要玩的话，可是你单人的时候你就会颇痛苦，因为就是怪一整群过来的时候，你就只能一支一支射，然后扛伤害的。嗯。所以我今天先想办法帮你弄一把步枪。步枪哦，对 ，OK 啊，我根本没有，因为我根本是拿什么东西啊？啊？你拿什么东西那边狂射？我拿的是螺钉步枪 P， 我打算让你做螺钉步枪，可是螺钉步枪感觉好像，哎、欸，你怎么卡在那边？哦，你在上面。我在看，因为螺钉步枪你段位被锁定了，你段位不够，所以，我在想要怎么办。先可以拿，你先去买一把正常的步枪吧，就是普通的步枪，15000。我在四处搜刮，稍等我一下。好，等你一等。我的天，这就想打我。啊！糟糕，我要出动警报了，来不及挡掉他们。啥？去看看。喂。哎呀，说不要出动警报，让你好打一点的。没关系啊，出动警报让我升快一点。那、啊、好，那我就不管警报喽。来啊！反正就是都杀掉就好了。没人。我的。我在刚刚提醒你，刚刚发生什么事？他拿着盾牌把你拍飞了，因为你没有那个，你就是靠你冲到他面前的时候，刚好被他拍飞。哦，那攻击模式也两种嘛，就是把人拍飞跟打人这样。啊，你是刚好被他拍飞了的。然后就是想说，哎、欸，怎么弹出去？哎、欸，这是哪里？我要到对面去的意思吗？对。哎、欸，反正你就是先往黄色的点走，要不然就是你可以四处玩一下，先顺便升点经验值吧。我要练习丢骨。好啊，可以啊，可以啊。这只近战就交给你了。砍碎了、啊！你怎么把它给劈了？你怎么把它给劈了？你都可以把它给劈了。因为我装了那个撕，我装了那个叫什么撕裂。啊，你有撕裂？就不是撕裂了，就是空刀空刃的那个模空刃的帽的，就把空刃给升了。哦。反正就是砍，就是会肢解啦，那个叫肢解。嗯，肢解。嗯，肢解就是加暴击。还好我有把那个台设置不适合18岁的人砍，18岁以下的。还好啦。人在哪里 ？Combo 断。人在哪里？看到了，射你。狼的，很讨厌，他的步枪不能用。哦呦，等下让你买一把步枪啊！
你会需要买一把要买蓝图才可以是不是？没有，买蓝图的会比较强啊，啊没有蓝图也是没差啦。哦，对啊，没有蓝图版的也是没差，你就先能够一级就好了，要不然你自己一个人打，拿弓箭打蛮累的。现在已经不是拿弓箭，现在是拿刀砍的。对啊，你拿刀砍，你有一天会把自己砍倒了，因为你会不小心就是。你拿什么？你拿什么？刚、哦、你把东西拿走是不是？对。我看到目标在那边，我就直接砍下去。哦，还没关系。然后如果对方，因为你现在这个武器呢是不会发出声响的，所以你有个好处，就是你的经验值加倍会很快，只要对方没有看到你。这个球，你要从后面放这个蓝色的球是干嘛用的？能量球，你没有耗能量就不会有能量，就不需要用到能量球。现在要去哪里？我们现在啊、就是四处走啊，要杀怪啊，杀怪，要打30，打倒37只。走这，37只算还好了。我上次有一次进警报任务，你知道我打你一只吗？一只，233只，我就干，感觉很爽哎、欸。233只，你想当裁判吗？苦，他都会像这样子发很远哦。很远哦，那就他会像这样子，就是你要打一只就要跑很远，整个就是跑马拉松。苦是很爽啊，对啊，苦感觉就很爽啊。我可以帮你做飞扬，如果你段位够的话，我帮你做飞扬。我感觉有点像 Deadpool。嗯，感觉我这只角色有点像 Deadpool， 只是可惜拿的不是双刀。哦，你想做双刀也是可以给你做啊，双刀就真的变 Deadpool 了。缺材料我就带你去打、啊。双刀要做狼牙，不对，要先从便宜一点的武器开始做，不然你就很快武器格就满。这边没有人，你可以跟着这里走。渐渐比较熟悉了。对。哦，如果你发现我不见了，或者是跟不上我，你就跟我说一下。哦，没关系啊。对，因为我有时候会放技能，我这只有一个技能是冲锋，就可以瞬间移到一个位置。啊、去了。等下这个地方要 okay, 应该要嘿咻嘿咻蹲跳。过来了。恭喜。哎、欸，可不死，有点硬哦。你要不要怪是不是？哦，这个是连续攻击的。连续攻击。还是你想做这个？哎，这是什么？按错了。你想做这个吗？哪个？你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拐杖糖。你想做吗？你想做吗？这个攻击力高吗？你想看看吗？看啊，可以啊，来啊，带你去看。嗯。哎、欸，找，哎、欸，怪人，在这里，看到怪了吗？在这里啊。好，你好，是吧？在你后面。还好哎、欸。是我的拐杖糖啊。但是因为这里一刀一只啊，这里怪太弱了，没办法撑住我两刀。你可以看他的架势啊，近战武器主要爽就是爽架势，就是对吧？有些近战武器是有 OP 技能的。你看哦，我放架势给你看，就是我打一套会变这样。就是一整个就是很犯规啊，你没发现吗？是没错啊。然后群殴的时候，群殴的时候稳赢的。哎、欸，那这个是什么？一，好像是连击的意思。
对，你可以连续按一啊，连续按一就会快速近战，会消耗那个能源。对对对，尽量不要用引导啦，引导很消耗能源，所以它可以把敌人打飞就死了。嗯，就看个人吧，像我是不太开，我也可以开一下啦。Alarm successfully hacked. The location is returning to normal security levels. 还有五个人，六个，五个啦，六个。对，为什么我也算错了？有一个，切，是我的拐杖糖啊。到人，因为这里没怪了。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End 成功了 ，End 成功成为一个太空忍者。太空忍者，原来我是宁家。是的，你是宁家。你不觉得这游戏太像宁家了吗？是有点蛮像。在下面吧。伙伴们。喂。啊，收头了！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吃了。好像在这里，你要偷偷走到他后面去，然后对他进行攻击，他就会被你暗杀。明明击杀是有加成的，在这里，这里，我被看到了，不小心砍死，没办法跟你秀一下明明击杀。明明击杀我已经玩过了。你也玩过了，对啊，可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够帅吗？你要看我的很帅，我比较喜歡，我是从后面，我比较喜欢就是正面，然后就是呛下去。我是从后面给他撞一下，然后用镰刀把他的头割断。人在哪里？还剩几个啊？还剩一个，他是不是躲起来了？他在我面前。哦。我的小伙伴把他杀掉了。好像拿到一个 mod。可以撤离喽。是的。没有错。这边有一个。该走了。不能捡。切。走了。对对对。走。再走 S4。穿啊！撞到，撞到了！加油 ，End！ 你要跑得比我快。等一下，路上一堆东西。哦，那个不用捡啊，没什么钱。好，我又跑到你前面了，耶！加油！耶！等一下，怎么走啊？走错路了。走这里啊！走这里啊！哦。这里也可以吗？会卡住，在那里。加油 ，End！ 你要成功了。啊，等，你要跳高一点，跳高一点，准心调高一点。哦、对，直接撞到下面去。你是撞到那个底部了，没有成功，你没有直接向下坠，像个地虫一样。啊，你们这个新手任务的 mod 奖励都是受损的，啊，都是带你去打比较好一点。我再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弄一弄，然后再去接任务，对吧？就是，反正你不急着睡觉嘛，你明天也没什么事、啊。明天那场考试已经放掉了，因为没什么难度了。真的假的？真的啊，因为那场就是准备结束了。这里有除噪厂。对啊，你要把除噪厂放上去，这样你就可以造东西了。除装置。对，你要做那个，他会叫你先做那个，很烦。那个东西，组件单子我还不能卖掉，组件不足。什么？组件不足？对啊。那就等吧。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啊，我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了！天啊，做这个超棒的啦！什么啊？你可以做这个布里斯提卡，一把主武器啊！你可以去武器商店看蓝图。主武器商店。啊。主武器蓝图。哪一把？嗯。布里斯提卡。啊？布里斯提卡。布里斯提卡。武器，主武器蓝图。往下，往下，往下。下面讲，他长得像奴工，长得像奴工。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当过什么？不是。哎、欸，为什么你用布里斯提卡？哎、欸，等等，为什么没有？我没有啊？啊，还是说，还是你想做？然后我想一下，怎么没有嘞？等等等等，我先上个厕所。好、哦，你先按 ESC 借我看一下东西。回来了啊！我跟你讲错边了啦。什么东西啊？布里斯提卡是次要武器。哦，次要武器。对。抱歉，我讲错边了。你给我次要武器干嘛？你现在看的是主要武器，主要武器你应该没什么好买的。哦。等等，我现在看不到你荧幕里面有多少钱。我有两万二。两万二买不起啊，而且他装备锁定了。好贵，那我还是买主武器吧。啊，主武器比较重要，我们来买主武器吧。现在我只有一个 MK1 帕里斯。等等，你有两万二。嗯。嗯，等等，让我思考一下。我看一下哦。那我思考一下，等一下。这个是什么？直接买武器送你，会不会叫？会不会比较便宜？看起来很丑。希诺斯呢？你可以买拉托或者是暗杀者吗？你不能买暗杀者，对不对？暗杀者哪一把？没有，我们还是选主武器吧。我帮你看主武器。主武器你选。我比较看重，我比较，哎、欸，哦，看错了，是要到蓝图去。希诺斯蓝图看起来比较帅、欸。希诺斯，你想要做希诺斯哦？还是你想做阿提卡？因为希诺斯也是弓箭啊，没有效果啊。啊，是哦。那对啊，希诺斯也是弓箭啊。希诺斯跟帕里斯哪一个比较硬啊？当然是希诺斯比较好啊，帕里斯的蓝图比较便宜，不是吗？嗯，对啊。对啊，哎、欸，你可以买拉特昂吗？拉特昂可以啊。你先点看看，看一下他的那个素材。素材。你点拉特昂。然后呢？点他，嗯，哦哦哦，你点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往下卷了，回收金属通通都不够，非晶钛合金零，生物值零，回收金属704，合金板90，
好，对，好，我看到了，不购买，那不要买对吧？那你就直接去买主武器吧，直接用买的，你去不要买蓝图了，先不要想蓝图的事了，因为太贵了，对你来说目前太贵了。你是说直接到主要武器去啊？对，因为你蓝图做的还要钱啊。哎、欸，哦，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主要武器哦，要哪一部？主要武器不是有那种可以直接买的吗？用现金买的？好像只能买一个，好像只能买布莱顿而已啊。啊？只能买三，只有三种可以选吧？只有一种。就是你先买那一个啊，布莱顿啊，只能买布莱顿啊。对，你只能买布莱顿。先买布莱顿。那我还是不要买，我还是用弓好了。好吧。那、哦、我想到了，如果我直接卖你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可是你的段位还是不够。没关系，这个慢慢赚。好了，我开始接任务了。对。好。这是什么？任务是回收，等我一下，我要做东西，我要做绝路。哦，我把月神拿给你用了，好不好？哎，我把绝路拿给你用。嗯，没关系啊，我觉得一把弓可以打过去这样子。啊，要一把弓要完成这十二个任务，好像不是难事。不是难度啊，而且我还在、欸。嗯哼，只要基本上你都可以丢给我打。没关系、啊。如果你觉得那个的话，你先做主武器再先那个再說。啊，我想到了，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你不用给我东西啊，这个就打得顺一点，自己慢慢来打这样。真的哦。来啊。你的段位，我帮你看一下你的段位是不是满。真的、欸，你段位满了，你先那个好不好？先哪个？你先去考段位好不好？你看 ENC， 我先退出队伍，我让你考段位。你看 ESC 之后是不是有个段位升级测验？对。为什么会跑进去？我不是按退出了吗？来，你跑进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跑进去。等一下，你先退出来。你进关卡之后马上退出来，因为你现在段位满了。进去很浪费那个经验。哎呀，终止任务。When you are ready, 段位满了，然后呢？然后你回来了吗？我回来了。上面不是有一条东西在闪吗？上面。嗯。哪里？等一下，还没好。ESC 哦、oh. 对，然后呢，精通段位测验，对对对，那个进去就好了，那个很简单，就是第一关好像叫你拿刀砍死所有人吧，哦、oh. 好来啊，没什么难度，好，那我开始了。Ateno must be a master of all their weapons. Prove yourself with your primary weapon.What？ 不能离开那个圈圈了。没有，不能离开啊！我不让你离开了。对喽，哦，是用主武器杀敌人啊！找一下敌人啊！哇，那真的很厉害！快快快！他躲在那个后面，你赶快冲到后面去打他，你有时间限制。你冲到后面去打他，你可以离开圈圈的。Excellent, continue. 尽量射头，慢慢瞄，要急，拉满再丢，拉满再射。拉满再射会比较痛。等四秒之后，他又要重新开始。你就是一直绕着掩体，对方就会没地方躲。
刀子，讨厌。哎呀，简单呐、啊，很简单，你放心，不会考失败了，不要急，不要急。有三波，你知道吧？你应该已经进第三波了吧？对。好，等你解释。安心的，这没什么难度。干嘛？你就现在的段位就上去了，不是吗？你现在段位应该是二吧？段位二。对。你现在段位，恭喜你升到段位二。你段位越高，能买的武器就越多。哦。对。这么算的钱。好，那所以现在是。现在就是我们继续打。OK， 我只是刚刚发现你的段位够了这样。哦，好的，那我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嘿，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没事，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要邀请我 啊？不对，我邀请你，不要动，我邀请你。哦，对。对，因为我刚刚发现，就是让我当主机你会比较好。好。嗯，恭喜你，目前是段位一。哦，对，原本是段位零。加油。我加入了，然后嘞？因为我还在找东西，我还在找东西，等一下。OK。哎，等等，我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让我目标留下来。有没有把它留下来？有没有把它留下来？有，好，我可以把这个东西送给你。那下次等你等段位够了，就可以给你了。嗯哼，你就要提醒我一下，赌武器。哦，每张蓝图送你。我想想。没错，好，你开，我开，对啊，你要开任务啊，现在主机是我，哦，我现在跟你拿的一样都是御三家，嗯哼，对，不过。拿御三家原因是因为那个啦，因为这只好像比较厉害。Okay. 我也拿东。哦，不错，你已经先收到了。Legions of robots, mindless automatons,
freaking lasers. These guys are bad news, but they're also loaded, which is why you're here. Technically, this is stealing, but don't let that bother you. The corpus aren't exactly beacons of moral fortitude either. They sell anything to anyone.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profits. 要先去找红点，把它打破就可以了。Okay. That's unforgivable.嗯，哇，这不擅长用弓箭，虽然说我也是弓箭世家。You have murdered my sons and disgraced me before my queens. 烦了，我要讨厌过三位了。The Ascaris will complete its task and bring you to me. 走哪里？走哪里？哦，没有，你可以去，你可以不用跟着我走啦。你就是在关键是打那个一人解一个啊，这样比较快。这关没什么难度吧？觉得这关我很强，就是把东西找出来，然后打掉就好了。哦，这关超远。你打掉你那个之后，你来找我吗？我现在还在跑。哦，你找我。好了，我那边结束了。对，这边还没结束，超远的。我需要去找你吗？要。马上到。还需要来找我的，因为这边有很重要的东西。The Ascaris has reached your mind and rendered your lotus mute. You will return to me over your own free will. Ouch. Wow, 你这里好远，超远。不知道他原什么的，他现在就是叫你来收集素材，拿那个什么，对，因为你都没有收到这个素材，你等下回城中是怎么收集的？对，有收到吗？叫什么非金太结晶的了，就是没有就会很痛苦的事情，是吗？对，因为你没有的话，你等下那是不是不能过？大家等下回去应该会叫你做那个什么，叫你做那个，叫你做回城去除装置的。回城移除装置，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拿到哎、欸。对了，应该是材料都有，不过在这里就有点紧张。哦，对不起，看错了。你射到我？我把你看成敌人，然后砍下去，想说，哎、欸，怎么砍不动？我是妹子哎、欸，怎么可能看错呢？啊，你是妹子哦、喔。这只是妹子，你看她有胸部。你看他的胸部，下流，他是有胸部的。好好好，我知道了。这是少数有性别特征的战甲、欸。啊？少数少数。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是女的。看不到，欠打。你干嘛？你干嘛？这里啊。啊，你在哪？这里他们。哦哦哦，你稍等一下。我需要你帮我开门，不然我们任务不会结束。你是啥？哦，差点冲上去。好，打一下。是。这里啊。
哎、欸，你启动了啊？启动了。按不下去。嗯，我还是习惯自动枪。你走对了哦，真的。你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射击方式，就是拿着枪抵着敌人，嗯，这是非常棒的射击方式。哎，你跑那么快啊？因为有技术就会跑很快。我刚开始也是跟潘潘他们完全跟不上，任务完成，回家喽！哇，这个好快！接个电话 ，OK。Operator, are you all right? This part of your journey is over, Tenno. I admire you for your struggle, but now I am part of you. Lotus, do something. Help the operator. We Grineer are millions strong.But with the flaw, we are diseased, rotten, sterile. But now, we have you. Operator, do not abandon me again. Build the countermeasure. I did this for my love. 喂喂，听到吗？喂。好，你接下来要打什么？我接下来好像状况很不好，所以我刚制造好了那个回虫移除装置。嗯，那就成功了啊。然后他就跟你说什么？他有跟你说 ，Lotus 有跟你说什么吗？哦，解除了，解除了，解除了。哦，恭喜。耶。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打 mod 上位，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照剧情来讲 ，You managed to disarm Vor's Ascaris. I thought I lost you. Oh no, the Ascaris had a tampering failsafe. It's burrowed into you and armed itself. We'll need to find Vor before it detonates.哦，好像还是没完全结束啊。对，还没完全结束啊，还有继续嘛，还有后续。Operator,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Ordis assumes finding Vor implies violence. Hello, operator.May I suggest you access navigation and save your life for my sake? 好，你要再接一个任务吗？好，我都 OK。那你现在是我接还是你接？你接，因为只有你能够接那个任务。OK。我接的话会是不一样的东西。好，取获取水星魔族，对不对？嗯。那就取消。水星该有收到欧贝隆，因此可以把它卖掉。哎，假如照理来说，我那个外挂装插件插上去的话。
我这主画面应该可以看到聊天室才对吧？对啊，应该是可以啊。可是你看不到啊？对啊，我现在游戏中我是看不到聊天室的。难怪刚刚有人教你要拿步枪拿那个，你都没有理他。因为我都没有看到啊。那你可能要找时间去看一下聊天室了。他教你教很多东西。对啊。他跟你说要拿步枪拿苦，然后你就没有。等等，要拿哦，直接去拿东西了，直接去拿东西，我们就可以走。照理来说，我的内容应该是 OK 的啊。照理来说，我设定没错吧？对啊，我这边看你那边应该也是有东西啊。不是，是画面。可是，如果我自己在玩游戏的话，我看得到吗？应该看得到。我应该看得到吧？看得到。那你先别杀怪好了，感觉好像不太对。对，现在要去水星，所以要直接去拿水星武器。这里怪了，除非他挡住你的路。哎、欸，跑好远了。好，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不理怪了，这里怪，真的这里怪。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怪。我要全力突破的话，就不需要用弓了。你拿什么弓啊？为什么？嗯？我拿小黑，我拿恐惧。我拿的是恐惧。目标处在这里。啊，这是水星魔族是不是？然后嘞？喂，哎，拿到了。这弓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啊？这弓怎么了？没有、啊，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你那个感觉像散弹枪、啊？没有，像散弹枪啊，只是打很准而已。哦。诶、欸？要撤离对不对？撤离了，我是受编了。为什么连我也要受影响啊？啊？烦哦！为什么连我也要受影响？明明就是回头兵就在你身上，讨厌哎！你受什么影响？下面就是我的护盾就不能用啦、啊。哦，没办法，依照故事剧情吧。烦呢，连我也要受影响。你是用有那个穿刺的？什么东西？你是有用穿刺的？那个叫做穿甲。没有啊。我只是直接把他们拉死而已啊，这是我这个机体的能力啊。哦，是吧？这是我这机体的能力。他们这个机体就是可以把敌人拉到自己身边，然后会拉被拉动的敌人会造成伤害、嗯，所以我只拉一下。这里怪太低等了。我这苦已经跟步枪没两样了。你会发现怪都直接飞走。哎、欸，没有死吗？你直接去撤离点，不用理我。再跟他们玩一下。You've reached the ship's power systems. Destroy the reactor. 等下应该是可以直接打 mode 吧？没有，你没有摧毁啦！你害我这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射。是哦，帮忙啊！這個、对啊，对啊，打这个黄黄的这个，
要打破啊，不是放着就好。人家还规定整一件一件一只哎、欸。啊，可以的。可以了吗？嗯，因为你好像，我好像把什么毁灭的什么东西弄坏了，所以他们非常生气的冲出来打我们。原来是我走错路，怎么奇怪？怎么骗子走另外一边呢？打我！不要射我啦！我射你后面的。哦。接下来是直接要去打那个吧，打莫比吧，打莫是吗？打什么？接下来他要你做什么？看一下。然后这边查点资料。嗯。一。天啊，不然给你那个武器，没关系啊，白做了，我已经升满了。那我再挑任务、啊。好，请挑。白做了。等一下，我安装了那个。The detonator is charging up. You need to bring Vore down. He thinks he can capture you again. Don't worry, I will be with you.让他叫你回水星，叫你回水星把那个莫上尉杀掉，这是莫吗？对，反正就是让你去杀他。对，等等，这样，我换角色。哦，对，我想要紧逼杀他，所以我换角色。拿这个，一整个就是重装部队的概念。走，好，刺杀，就是走过去，然后把他干掉，我们可以走了。别担心，很简单的。虽然说我当初打的时候打很久。This is our chance. Vore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elite guard. He is vulnerable. Take him out. This is our chance. Vore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elite guard. He is vulnerable. Take him out.
那下去。我看到了。那是。哦，找到他了。按错了。他出来了，你看到吗？他在我面前。等一下，你在哪？我标记点。等我一下，我朋友叫我。哎呦，裂开！他在哪？你要打的是黄色的那一只。有标签的那一只，我看到了。对，你要打他。哇，比想象中的不好打。而且他为什么会瞬移啊？太不公平了。对，就是因为他会瞬移，这才是不公平的点。而且他电影你要小心。要被砍死啊！又跑了。有护盾吗？他那是护盾，先别打他，把他死。他残血了，他残血了，耶、yeah ！我也要死。不会的、啊，他死的比你快。不是有一个28等的士兵啊，好硬啊！八等算什么？28。28等哦。那还记得你上位吧？很痛、啊。他已经死掉了、啊，他死了、啊，我把他杀掉了。我也要死了啦，这边没有啊，剩下的都3等不是吗？要、啊、不然你不要给我。这个28，再打28。哪？让我看看，这个不是啊，你不是把他记得吗？他不见了。在哪？在哪？结束了吧？啊，赢了。好。收工回家。收工回家，去哪里？走去撤离点啊！谁有？在下面。在这里，不对，我们搞错什么？我已经搞错什么了？错了，我们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刚刚那个是小秘法，在楼上啊。跟着来赛跑咯。
增加自己跑酷能力就是直接赛跑这块。有没有遇过更残忍的？当初妈妈要练我，要叫我练跑酷的时候，就他就拿洛基，全部战甲里面跑最快的，你知道吗？全部战甲里面跑最快了，他走路都赢我。切，太过分了。对啊，他说你要走赢我。所以他死了吗？他死透了，被我砍成两半了。那这个就这个系列的就算结束了，是不是？对，应该是算结束了。刚刚就有剧情，军火商要跟人说点事情。OK， 嗯，看看他跟我说什么，希望不是什么坏消息。You've done it, Tenno. Lore's Asaurus is gone. You are free now. But your work has just begun. The origin system is in chaos, and it needs you, Tenno.Vor was just a part of the Rhaenyra machine, and we have seen that the Corvus have begun amassing weapons of their own. It is a dangerous time. Ordis will gladly assist the operator in cutting a bloody path in whatever mission they choose. We will be at your side. There will be others too. No. It's time for the Tenno to return. So, what mission will you do next?带你去，接下来你应该是没什么东西要做了，所以我带你去打工具。打工具，带你去打一点，打一点，好，打一点高阶的游戏。觉得差不多要关台了，就你就去带我打最后一个吧。是吗？打完这最后一个就把台关了。好，那我就慎选了。那现在要做什么？我想想哦，我想想哦。虚空呢？虚空好用吗？帮你赚点钱好了。对，我错了。嗯。我要二阶的捕获。对，这个比较好。等下进去之后看到怪就不要打他，我们就直接跑。我们目标只有一个。OK。这一场就是杀拳的关卡，要杀的快，就是这也是狂杀人的意思吗？不是，如果你想杀人，我们可以抓到目标物之后再走，再杀。你看到那个红色点了吧？我们要追杀那个红色点，要把它抓起来。他会跑的。对，如果我们太晚去抓他，他会跑到我们抓不到的地方。Okay. 所以我先去抓你。可以就是慢慢跟上，可是不要跟怪战斗。我躺了。好，那你等一下先别复活。就是你等一下死掉之后，先不要复活。欸，他会让你复活，对不对？跑了。我等一下再帮你，等一下我说好你再你再去。那个打死了，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啊，他跑掉了。复活消耗了经验值，我现在要复活吗？还不要，因为你复活你还是被打死啊。哦。嗯，摔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才死？我不知道，我反正我这次已经很努力在抓他了。啊，死透了！他攻击就麻烦了。好，你可以复活了，我们可以帮你报仇了。我勒勒！一复活就被打。先撑住，我马上到。我身上是什么东西啊？
有人在对我开火。撑住，撑住，马上到，马上到。难怪也打不赢，这里等级20哎。等，我怎么要挑一个？这里钱才多啊，这样钱才多啊，你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买一张蓝图回去玩。打不破，一场一张蓝图哎。啊，你这根本就是虐我的。你现在在哪？啊，还是死啊，哦。没关系，因为这一关主要就不是杀怪啊，这一关杀怪只是看兴趣而已。这个机器人太难打，这个没办法用功能。有吗？用什么机器？用弓箭太那个了。太慢吗？不会啦，不是。是因为你的弓箭，对方太强，变得你们等级差距过大。带你来这边主要就不是叫你杀怪啊，这边目标不是杀怪，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我刚刚抓的那一个。然后现在已经可以那个是我们刚意思吗？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直接去撤离点。哦，需要我护送你过去吗？好痛啊！他揍我。哦，谁帮我拉回来？远古吧！救命啊！进来酸哦！哦！这个顺便训练一下逃跑能力，这样。逃跑是这样的吧？逃跑嘞！门是关的。走错路啦、啊！走这，它有上下层，你要到一楼，目标地在一楼。我再见。哦，对，快进去。这里的步枪兵好，不对，还好啦。对你来讲还好啊。别急别急别急，你把电梯坐走了、哦、啊？没有吧？哦，没有没有，我看错了，走错路了，换我走错路了。为什么这些家伙都这么硬啊？刚刚那个28的不是很……你我看一下，因为你战甲目前只有7啊，你等你30之后，这个是你看着玩的东西。哦，对，如果你想升战甲，明天再升吧。明天再升啊。明天我带你去打生存。不知道嘞，明天不会开，我设定一个礼拜开一次。哎呦，可以不用开台啊，就那个、啊、正常玩，正常玩就好了。挡住！对啊，光杀一个23比杀那个还要难。拉一下，跑错路了，跑错路了吧？我想说奇怪，你刚刚好像去上面啊？上面。啊、哦。Mission complete. The captive has been escorted to extraction point. Well done. 哎，你拿到好东西耶！你有看到吗？欧特鲁斯劈刀刃。哦。这是好东西，好东西，近战武器的、啊。对，近战武器的，这是潘潘口中最强近战武器。最强近战武器，那我是不是要换一下、啊？没有啊，你只是那个只是材料而已。哦，对，那个只是材料。OK，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开到这里了，那我就先关台啦，拜拜。嗯。